唱歌天王潘玮柏近日推出新专辑，但新歌《无眠》却被网友质疑是抄袭。有网友制作影片对比该曲副歌其中一句，和韩团 HIGHLIGHT 成员龙俊亨2014年在节目上的自创曲相似度极高。而该曲的共同作曲人房振刚更被网友挖出有多次抄袭前科，甚至发现他在社群网站上关注每位 HIGHLIGHT 成员。虽然从音频中发现副歌只有一句相似，但抄袭嫌疑引起粉丝们热议，潘玮柏抄袭舞姿也瞬间登上热搜。对此潘玮柏经纪公司尚未回应，却有粉丝跳出来护航，认为歌曲的原创是房振刚，潘玮柏只是在制作后期加以修改，不过详细的状况仍要等官方回应。